仿佛上个世纪60年代初跟随蓝天同学，后经20多年，差不多79年，又是恢复高考以后，中央音乐学院又考到最第一位二胡硕士研究生，又继续跟随蓝老师学习。我们下面请听，他为我们演奏自己创作的中胡曲《塞外情思》，有请。